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航路、諦めたわけじゃないの。平和になればいつかきっと。喂，Hello，欢迎大家继续收睇东少直播南梁嘅冬季活动。咁就寻晚玩咗呢个 E3 啦，卡关卡咗都好耐。咁就跟住我一口气咧打爆埋 E4 都算简单。咁咧，終於咧都嚟到 E5 啊！我哋又要入院見一見啊院長。今次據聞仲難打過上次呢個夏活，即係舊年夏活喎，秋活就唔好講啦，太易打。咁就啊，希望自己一切順利，希望大家俾我吸下運啊，成大家嘅好運氣。诶，事不宜迟，我未开始打嘅，其实咁我咧都要试一试，睇下点样打法先得。所以咧，第一次出击，今日第一次出击咧，就试一试先。我上网睇咧，都系出呢一个决战之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比较悭咁样样咯。试线先啦，总之，我个人觉得咧。因为呢我睇啲人打呢话用咗成嗱，有啲人就用30000，有啲人用咗50000，有啲人用咗100000，我除一除个平均数，跟住呢再加返20000呢，就应该差唔多自己个消耗嚟啦，因为我呢啲非洲提督嚟嘅，所以呢计返条数，咁应该要用70000资源左右先打得爆㗎，应该就算我用晒啲最好用嘅方法，咁所以呢我相信我呢是不够资源的，所以呢我今日打不爆的，应该啊尽量打啦、啊、我一格都未扣的现在。Maple, 喂 ,Hello, 啊欢迎你啊。咁就是我是未出击过的这个 E5 甲啦，梗是。Desta, 喂欢迎 Desta, 又唔记得揿个联合蓝队先。唔出机动部队啊！出机动部队会二队，一开始二队食蛋咧死硬啊！一定要攞啲劲啲嘅人嚟做呢一个肉盾，咁样出咯。出只潜啊，听讲话可以避个漩涡，睇下系咪先得。好似话明石大路都可以避，唔知系唔系，有待验证。同埋唔记得拆蓝啊！啲蓝，我闹下，闹咗早伤，又闹到冇风翻嚟咧，应该唔够格数。拆下啲蓝先，拆完就可以出击啦。啊，我咧俾大家睇睇，我冇拆闪啊，胆粗粗唔拆闪走出去睇下，会唔会死得好惨？我个人觉得呢就这个轻武啦，这个轻武不拆闪呢应该会死得几金下，即是这个准英试试先啊。Wayscar 话听说你还没大破、哦、欢迎你啊。哇，我就出击那下你这样讲，多谢你咯。哇，教小声啲先喂。
好啦，开波啦 ！A 点喎 ，A 点，哦，即系都唔使谂啊！啲人话全程系第四境界，因为其实如果你出咗潜艇咧，你唔出第四境界咧，你会你只潜艇好快死嘅。其实试试先 ，Viska 话依死不停劝退已经系一个常识嚟，唔好太在意。唔系我一打 E 五啦 ，Viska， 我寻晚打爆 E 四啦 ，E 四易打啊，反而我想讲 E 四真系易打，唔系讲笑。啊，咁啊，清咗清埋只轻巡啦，要系啊，搞掂啦，应该话拆弹。哇，哎，冇事，中避咗第一炮。可唔可以一轮炮击算数啊？Viska 话 E 五门神都系一个不停劝退嘅节奏。我明嘅呢啲，明嘅呢啲。我嚟到呢度应该冇问题啦，系嘛？我仲识反潜嘅喎，呢只咩咩深咩咩咩水鬼嗰只呢只咁样样嘅轻巡系嘛 ？Maple 话用手机玩唔玩到蓝娘玩到，但系你唔系用直接直连喎，我用手机我系用一个叫做呢一个 Splash Top View 啊嘅程式咧，连屋企部电脑先至玩到喎，因为其实官方讲过咧系。不允许用手机直接连上去 DMM 个网开只 game 噶，你系要用一啲方法系，即系啊，好似我咁，譬如你有好多人都系用 TeamViewer 画，我个人就 TeamViewer 画觉得就唔掂嘅，系用 Spatial View 画，即系咧你屋企部脑就长期唔好删，你用你个手机咧连去屋企部脑嗰度玩咁样样。私ですか？因为好似官方讲过，如果你用手机玩咧，系会 ban 噶嘛。唔系，有啲人用手机直连啊，嗰啲咧仲更加死硬添啦 ，ban 上 ban 啦，直连已经死硬啦，再用手机玩埋就 ban 埋添啦。行个 C 点已真系俾咗个漩涡，系咪？个漩涡系 D 点啊嘛。我避咗个漩涡，我应该嗰个入战个机会又增加咗咯，应该系嘛？都系出第四啦。攻击隊発艦開始。多少防御力が弱かったぜ。哇 ！T 友嚟 ，T 友嚟，死啦 ！T 友嚟，哇！我如果出事啊，都系中火啫，都系。Kato 呀，就话等睇到少入一场斩一场，哇！有冇咁劲啊？应该唔会咁劲。不过就成李贵言先啊。Maple 话即系都要开电脑，系啊，冇错。哇！我俾佢只箭，如果佢只箭唔系中破咗，咁打埋嚟，我只飞鹰应该飞翻屋企啊！ヤマトが一番ですか。少し晴れがましいですね。次の対戦もお任せくださいね。え？チャンプル？おかずじゃないよ。换神啦，会唔会唔够索敌噶？哦，都冇乜事。H 点同 G 点听讲系 random 噶，唔知系咪？好啦，换神啦，换神系咪都死啊？打单中啦。攻击隊発艦開始。
哇，嚟啦！攻撃隊発艦開始。弾幕が薄いような気がします。佢識發動嘅喎，原來我仲以為佢唔識添。發動率都幾低，我覺得。嗱，唔好打起雾，哎，嗱，咁啊有啲机会都食咗佢一嘢先，一嘢啫，最好同我清埋只航佢，啊，系啦，最好打埋只水，只鬼做中破，咁就最好啦，我太贪心啦 ，VC 112390，喂，欢迎你啊！哇！嗱，唔好咁大力啊，警告你啊，唔好咁大力啊！啊，好 ，Desta， 做乜鬼？嗱，唔好咁大力，诶，唔系喎，佢唔识放雷，诶，入到 boss 咯喎，啊，好嘢！呢个时候咁夜战咧，就真系咧得啖笑。好啊，一个好嘅开始。联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微々たるものだが、もらっておこう。か、これが従来総監の実。我再用呢个肉体去验证一下，到底呢一个出呢一个单潜系咪真系可以避开100%避开下路嘅漩涡先？我系未系一滴血都未扣过噶嘛，咁我有排打啦，咁啊可以验证一下。好啦，入 boss。Vapo 话小弟冇电脑，只能看动画来弥补，系嘛？哇，呢只就系战舰水鬼啊！哇，咁咩嘅个 feel？ 咁 Dead Space 嘅，唔系似嗰啲叫咩啊？似嗰啲咩嗰只乜鬼嘢啊？似嗰啲食人嗰啲怪啊！又揽住条女咁样喎。即系可能个食人怪觉得嗰条女系佢阿妈嚟，应该系嘛？你啦，哇你对面啲怪咧啊，有三只我都未见过噶，咳得靓啊！不过入到 boss 咳就冇用。OK， 哎，哇靓，唔会天字不利系嘛？夹啊 VC 问题啊，夹冇错。哇！死啊 ！T 字不利啊 ，feel 到唔痛嘅打佢咯，系咪 T 字不利啊？我同行战，好哇！哎，不过都好，再斩一只箭，好斩埋只熊，斩唔斩到佢啊？斩埋佢咧，仲有一轮，你死啊！哇！个修理费都好贵，佢打到我只飞丝咪一血喎，真系嚟啊！喂，哇，一血打佢都52，佢个甲呢只水鬼个甲应该唔太高啊，我一血打佢都扣52，最高甲嗰只应该系E 三嗰只大佬啊，我相信。好，诶唔错喎，似真系可以斩到佢喎。咁样都扣佢20几啦，系咪先？意思系祝我好运。佢话佢打咗13个钟，哇，仲唔斩佢？百几血，哎一下就一刀，系咪先啊？即系一个好嘅开始，出师就打暴捷，系咪先？嚟啊，秋月有冇可唔可以打佢100咧？好似贪心咗啲，应该唔得，系咯。不过都大破咗啊！好，有个 cut in， 斩，哇扣咁少喂，都系俾翻啊大正，好啊 ，OK 喎，唔使刷闪喎。可以顺利得滞，我觉得。どう？海藻空母だって甘くないでしょ？私たち結構やれるんだから。嫌だ、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って、あれ？
OK 啊。作戦完了ですって。補給大事に使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呢度冇咗一千友啦，系嘛？五百几、六百几，加埋系咯，一场差唔多一千啦，加埋收你都二千喎，哈哈！哇，呢度俾佢秒咗得翻一团。少し休むわ。あとは頼むわね。得意。呢个阵唔错。继续。艦隊決戦は万全の状態で戦いたいからな。降車装置もしっかり装備しなくちゃ。ああ、風呂はいいな。ありがとう。即系潜，佢扣一血，我用唔用桶好？入佢先。もういっぱいでっち。啊，冇理由坐喺度等十分钟啊，寡啲喎。啊，系咯，冇理由等十分钟噶，但我都要等佢啲状态，等一等佢状态好，即出嘅话可能佢啲状态唔够好。其实咧，我觉得咧，真系要等到佢个状态49再出嘅，即系我打五都系啊，打五咧，如果你状态49咧，你第一场咧，你啊打到去 S 性咧，跟住即刻去状态50噶啦嘛，你咪唔使，即系你免咗擦闪嘅烦恼。同埋应该咁讲，就算你擦咗闪，跟住你第一场你打得唔好咧，你都会冇咗擦闪嘅效果啊。所以咧，我觉得等到佢49先出击系几重要嘅，啱因为啱啱好 S 性就加一啦嘛，50。跟住啱啱好有嗰个状态个 buff 咧，啱啱好就系20起跳个 buff 咧，啱啱好嗰下咁样样咯，都几重要我觉得。啊 ，Maple 话万恶的电脑，你想玩嗱、啊、都嗱、啊，我觉得你唔一定要用电脑嘅，用平板得唔得啊？用平板电脑得唔得啊？平板电脑都玩到噶，你可以考虑下喎。用平板又可以带住周街行，周街用系咪先？啊，我有个 friend 佢话吓，佢老细咧知道佢玩蓝娘咧，所以咧就啊放佢两日假俾佢玩蓝娘、哦，即系呢一个活动啊！啊，我心谂哇，有冇个老细咁好啊？跟住佢系同我讲啊，佢系 C3 喎，同朋友去、哦，同朋友去都唔同我去、哦。跟住我谂下啊，呢条友啊，佢系咪咧走去玩 C3， 佢走去玩 cosplay 咧，同啲朋友，因为佢话佢朋友玩 cosplay 啊嘛。啊，我心谂啊，我阵间咧过去影下佢相先，真系啊！你哋喂，讲起讲，你哋咧有冇去C3 啊？啊，有冇嘢分享下？有冇啲趣闻啊？或者系觉得今年质素如何啊？或者吓、啊、其他嘢啊？都可以分享下、啊。因为我咧，因为其实我今年即系今次 C3 我仲未去啊。咁都犹豫紧去唔去，都想去嘅。但系咧最衰就系呢个蓝娘活动啦，啊，搞到我想踎喺屋企打。所以咧，啊，即系都唔知道去唔去好。これはいいものですね。好啊，差唔多啊，可以再出啦。啊，啊，据闻呢个斩杀咧，有人卡咗50,000资源啊。啊，咁我依家呢个道中应该都即系、啊、希望啊顺利少少。Maple 话咩啊？用平板唔练电脑咩？唔使电平板电脑好似唔使。我因为你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喺街度见到有人咧用平板电脑玩啊，玩蓝娘啊。咁咧就我特登问佢，依用平板电脑使唔使话连翻屋企？佢话唔使嘅，佢话就咁用平板电脑都可以用到嘅，都可以连到嘅。咁啊，我详细我唔清楚啦，但我听佢讲系咁样样嘅啊。即系李新，我真系冇平板电脑嘅，我哋自己玩咧，我就系屋企部电脑开咗，跟住咧我用我部手机，我用部三 G 手机啊，仲要系咁都玩到、啊，所以你即系你可以想象，其实咧个门槛唔系好高嘅啫，用手机玩就真系。
咁啊，如果你用电脑嗱，如果你真系唔买平板电脑，你又想用，你又想玩蓝娘咧，咁都仲有方法嘅，冇话唔得嘅，咪先啊？咁你譬如你揾个地方，或者揾朋友，又或者点都好，你长期开住个电脑俾你咁样揿咪得咯，系嘛？啊！佢出呢个 T 字不利，仲有利于我喎、哦。啊！我啲战舰反正都系啪啪声打到去对面，咁佢就更加唔会咁容易命中我只潜、哦。哎呦！佢系打潜噶，佢系嗱唔中啦啊！仲好啊 ，T 字不利真系，都特登唔出彩云就咁解啊。Maple 话佢用 iPad， 咁、哦、我就唔知啦，真系呢、這个。我都冇深究过，始终我都系喺个街道咧见到佢，啊咁就即系啊同佢倾嗰阵偈咁样啫。即系你咧好难得，你可以喺街道见到另外一个人同你一样玩蓝娘，知唔知啊？系好罕有，我觉得喺香港真系。即系咧，所以即系呢啲奇遇嚟嘅，我觉得。你喺街道见到人一堆人喺度玩芒亨咧。啊！你都唔会见到有个人喺度玩蓝娘，同你一样喺度揿，系咪先？你喺街度见到人玩呢、這、一个啊，PAD 或者玩其他嘢 Candy Crush 啊，都多过人，多过喺度揿蓝娘啦。香港系咪先？啊？咦！我又成功又避开，又再次避开下路漩涡咯。攻击隊，発艦開始。Ken，喂，欢迎你啊！喂，我想问咧，在场嘅朋友咧，你哋咧，打呢个有应该有嗱，你应该有打蓝娘活动噶啦。我相信某啲朋友有啲提督，你哋打爆厌甲未啊？定系依家捞紧船啦？已经我哇，黐线一嘢三百，我哋想点啊？黐线喎！我 OK， 哇，吓死我大佬！佢一嘢打落只轻武度。好彩佢唔中啫，哇！我真系觉得我今日应该算好彩喎，啊！如果唔好彩嘅话，嗰只轻武一嘢俾佢打，应该大破啦喎！即刻，啊！如果大家提督咧，提督们咧有玩呢个蓝娘咧，分享下进度啊，倾下，或者可以大家分享下心得啊，咁样样啊，系嘛？我想我依家 E5 我真系唔知嗰个最佳配置系乜嘢啊！啊，我觉得我依个配置咧，纯粹系好彩啫。有啲人咧，嗱，有啲人就话咧呢、這个E5啊，你如果出呢一个潜一隻就可以 100% 背船呢、這个下路嘅漩涡嘛。咁我唔知啊，因为有人就话系随机嘅漩涡，跟住有人咧就用呢个明石。就一队带队咁样样咧，都可以俾漩涡嘅。咁我亦都唔清楚，因为我个明石咧系得35级，咁我都无谓献丑攞出嚟。我惊我一出中二个大破，中二个啲轻武大破，所以咧唔敢攞出嚟用。啊，咁我依家用呢一个潜艇所谓大路，唔知系咪真有大路？暂时都好似 OK 个情况，阿 Kato 就话咧 E5 丙二过，冇大王唔打甲乙咁样，系嘛？啊，恭喜晒、哦！你如果打丙过咗，应该有天成啊，系嘛？过攞咗个天成啦，应该啊，恭喜晒！咁啊，我咧就上网睇咧都有。唔少人咧系冇大和冇撞咧，但系系挑战呢一个E5甲乙攞唔到制空，不过唔紧要。咁啊我个人觉得就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咧如果呢只 game 净系靠大和冇撞咧，就太过单调啦。哇！好在冇事啫。哇！今日啲轻武真系食错药喎，咁好打嘅。連續避咗三四次炮擊喎、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嗱，譬如打個比喻，
旧年下半都有人系咧攞呢一个啊航巡，四只航巡两只航，我唔记得系咪呢个四只航巡两只航咧咁样打就打爆咗啊！人哋系用紧呢啲咩大和啊、长门啊嗰啲咧，佢又咁样打，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啊，勤能补练啊，资源量系可以补给补足。资源量同时间可以补足你呢一个装备上，唔系话诶蓝粮上嘅不足。我唔敢讲装备上不足啊！你如果冇46 cm， 你去出4 BB 咧，咁啊真系问水啲系咪先？你冇烈风，你烈风改唔够，你谂到制空，你冇得讲。但系我觉得唔系话一定要边只蓝粮先过到嘅，又真系只有一个系快啲少啲资源同埋慢啲多啲资源嘅问题啫。好啦，有顺利入到 boss 喎 ，Desta 话冇黑肉应该打唔入烟甲，边只黑肉啊？喂，黑肉系边只啊 ？Race Car 话冇双带咧，真系差啲嘅咁样样。咁啊，呢个冇得讲啊，人哋始终系呢个大剑嘅产物系嘛，亦最大奖呢啲，人哋系要用咗好多嘅努力时间去先可以大见到出嚟，即系你唔好睇嗰啲欧题啦，嗰啲啊极极少数，好似我啲咁用咗2年时间去玩呢只 game， 真系大见乜都出齐啦。我玩咗咁耐，出唔齐嘅系应该打 pat pat 啦，系嘛？即系咪先？即系我觉得有啲事嘢咧，真系同你投入嘅时间有挂钩嘅。哇！嗰个决战之王好似冇，好似冇嘢咁喎，有唔中嘅。真系争少少喎吓，我唔出决战之王都得啊，扣得嗰19血啫喎，真系9血喎，啊真系要阵间要谂谂佢先得。Kettle 话得武装，其实打丙都唔系好容易，门神都系咁难过系嘛。咁啊呢、這个始终系E5，咁啊始终我觉得会易过少少嘅应该。啊啊！Kettle 话佢当时得20000油咁样，我听过啲人讲话打呢个丙啊，烟丙咧用咗一粒钟打爆咗啊嘛，我真系几夸张，我觉得。啊 ，Vista 东少烟个门神同我个好似天同地嘅分别。咁大镬，我都觉得我今日咧真系好彩啊，超好彩，我觉得今日好似。点样打都人哋都打我唔中咁嘅样咧，吓、啊，即系啊，真系几好彩，应该依家趁住呢个好彩打多几场先，真系。好啦，入夜战啦，话冇撞啊 ，Lisa 话我个个一出机就同我讲你已经大破了数射啦，真系冇计啊呢啲啊，我飞提嘅时候都好运气好差啦，我谂我琴日嗰啲差啲运气咧就打晒落沉物嗰度。嗱，唔好打死佢啦！拜托，哇，啲拆弹喎，谂都冇谂过嚟，你cut 只箭好啦，系啦，啱啦，叻女，跟住你啦，再斩，搞掂，总算有一次。截图话我打厌嗰阵喺第二日朝早，加上我都系唔睇攻略打系嘛，哦。我得好老实，如果我唔睇攻略打咧，我应该会系咁入漩涡，边会谂到话出一只潜可以大路嘅啫？跟住如果你唔计嗰啲制空值咧，我可能净系出一只单加荷，跟住 boss 抢唔到制空咁样样咧，冇意思。喂，我觉得啊，我依家觉得。支援蓝队咧，真系要刷闪、哦，即系呢个决战支援啊，系应该全部六只刷闪、哦。头先打佢扣得个9血，拗痕啫嘛，大佬，仲要食我支援，系嘛？我真系觉得敏敏地、哦，我有冇睇错啊？佢嗱第一次就扣 critical 扣15，第二次就扣9，好似冇喐过咁样样、哦。真系浪费，我觉得。我但系如果我要刷闪啊，哇，好大工程喎！暂时呢个运气唔错啊，
我唔去拆闪住，我谂我决战嗰阵时真系要试下拆闪啊，试下入一次睇下拆唔使唔使拆闪先。我觉得呢只 game 咧大破都唔系最大精神污染，我觉得拆闪先系最大精神污染，即系应该咁讲，拆咗闪，你成队人，你由一队到二队到支援男队全部拆晒闪，三层闪喎，跟住你同我讲，你一出门就大破。嗰下精神污染呢，真系你真系想起 game 你知嘛？我真系觉得最大精神污染系呢样，其他都 OK，我觉得你途中大破咪大破咯，翻去缴一缴水，你唔使拆闪缴一缴水，又系一条好汉啊，系咪先啊？最可怕就系拆咗闪，即系你要大破，拆咗闪都大破，不断咁样轮环循环呢。旧年夏活咪就系咯，真系。阿 Kato 话两万友睇咗都打唔到甲啦，咁样样喎。咁我又觉得唔一定嘅，点解呢？因为睇翻佢玩到23号，今日都系8号。你专心出3个东京急行，日日出吓，咁我觉得起码你又储翻几万资源先啦。嗰度系嘛，2个礼拜，嗰度争好远嘅，嗰度系嘛。嗰度起翻取翻几万，可能你就过到。跟住如果你近啲出呢一个四三，唔系近啲出呢一个西南二三，系咪先？咁样你又过机会又高咗啦，我觉得系嘛？お疲れ様です。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即系某程度上，即系事在人为嘅啫。如果你话一定要系头嗰一两日打爆嘅，冇得讲啊！我只潜打到闪添，なんなの？もう執務中に冗談はやめてって。もう等一等状态先，お疲れ様です。等佢2、3分钟啊，应该差唔多。做下日任先啦，爆下蓝先系，未爆蓝。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Base Car 话其实本身唔 care 佢个甲，但点知之后有人 post 打完会有个甲章喺隔篱。喂，呢个我其实咧喺度谂个甲级勋章咧，我即刻联想到咧，即系我即系点讲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即刻联想到咩？知唔知啊？即刻联想到甲级战犯啊，大佬，甲级勋章。真系喎，咁跟住，不过冇嘅呢啲，即系我觉得点讲啊？咁当然每个人有虚荣心呢啲好正常，咁我都几同景呢一个甲级勋章，即系我其实系因为系冲住咩呢？冲住佢最难难度嚟玩，咁样佢最难难度就系甲级啊嘛，咁啊即系啊，即系点都要玩噶啦我，咁啊当然有个勋章都开心啦，系咪先？咁啊，我自己睇咁就即系呢啲，即系各花入各眼啦，睇下个人需要啦。咁有啲人就话你吓攞咗个勋章都冇乜嘢嘅，反而咧更加显示出咧你系一个咧叫咩啊？呢、这个啊呢、这个诶、啊、废青咁样样啊，咁啊见仁见智啦。咁啊不过咧我自己有睇喎。即系咧，因为佢个名隔篱会有个甲字啊嘛，咁我今日咧手痕咧就走去睇下嗰个战绩嗰度咧，即系睇下其他提督佢嘅通关率系如何。跟住咧，我发现咧，咦，原来唔系好多人过咗啫，大约我睇应该嗱头嗰500名应该1/10或者系5/1左右嘅人系过咗，暂时啊。咁咧就一路睇落去咧，500名以下嗰啲咧，一路揿落去咧，好似通咗呢一个甲级嘅人都唔系好多啫，好多都系冇通过呢个白甲级。咁我觉得咧，
一来可能呢就即系难打啦，精神污染啊嗰啲。但系咧，我觉得更加大原因咧，系应该系因为咧，好多人系想闹船啊，好多人想闹船。如果你打咗甲级，跟住 E5就变咗甲级咧，你闹船你冇得闹噶嘛？斩杀嘅配置系唔讲人情味噶嘛，你明噶啦？呢、這个 E5级甲级斩杀，我见到啲人打我都觉得惊，大佬嗰度成千血嗰度，咁即系变咗可能令到有啲人就特登谂住去闹船咧，而去回避咗呢个甲级勋章。所以我觉得咧呢次角川呢样嘢咧真系做得唔好嘅，我觉得。咁你打咗甲级，你打甲级之后咧，你冇得转翻做乙级、丙级嚟闹船咧，大佬。咁你以前打啲活动，你又鼓励啲提督，打完呢一个通关之后咧，就翻转头闹船。你依家咁样样，咁你又提高咗闹船嘅难度。大佬，闹船同过关唔同喎、哦，闹船真系长命功夫，慢慢磨噶、哦，系咪先啊？你咁样样去为难一啲攞甲级勋章嘅人，即系依家变咗真系二选一。一系你又攞个甲级勋章，一系你就去闹船。你要攞甲级勋章咧，你又唔好谂住喺E5闹船啊！你想闹机锋咧，你下次啦咁样样啊！机锋呢个呢只真系不知都几鬼正，系咪先啊？我觉得啊，即系冇机锋啊，即系争好远啊！啊，对于我嚟讲咧，就50-50啦。对于可能某啲人嚟讲，应该都争好远啊！机锋啊，咁啊。都要離身，我係之前打活動已經攞機鋒嘅，所以我唔係好 care。但係我 feel 到嗰個感覺，你機鋒就係E5有得鬧，你E5甲級，你叫人點打啫？呢、這個斬殺嘅階段係冇乜可能 S 到嘅喎，係咪先啊？所以我覺得呢次角川真係做得唔好，佢應該咧做翻就係話佢，譬如你打爆曬呢個活動啦，嚇、啊、咁就可以俾你自己自由選擇難度去鬧船。咁样就人道啦，系咪先啊？我觉得有时角川，又或者啲日本游戏开发公司咧，有时转咗牛角尖咧，就系佢俾人嘅选择太少啊。咁变咗咧，你好难就系话可以满足到每个人唔同嘅玩法。有啲人系谂住咁样玩嘅，你又唔俾人咁玩，系咪先啊？即系啊，角川呢样嘢，我觉得真系争少少咯，冇详尽考虑咯。啊 ，Visca 话咧 E4 打完甲，依家想喺 E4 丙冇路闹云龙都冇机会，系咯，冇啦，打完冇得转难度啊。但佢其实推出呢一个咧拣难度咧系好事嚟嘅，我老实，即系真系俾翻唔同嘅人可以有选择权，就唔会话有弹性难度呢样嘢啊，即系起码你弹性难度佢系逼你嗰个难度咁样玩嘛。依家佢俾你揀，起碼你有得揀啊嘛！你有得揀嗰個感覺，同埋俾人逼個感覺咧，係完全唔同噶嘛！我想講啊，即係等於係嘛啊？你兩個鏟選個爛鏟出嚟，定係話人哋逼你食爛鏟都唔同啦，係咪先啊？咁樣樣啫嘛，所以咧真係，我覺得真係爭嗰啲咯，呢次就係爭呢樣嘢咯。啊 ，Kettle 咧就话机锋好似二五甲限定啊，系咩？嗱，之前我又听讲啲人话二五丙出机锋嘅，唔通放流料？好似 E4 甲先有云龙咁啊，系嘛？我、呢个真系唔知啊，呢、个。反正我个人觉得 E4 几好闹，应该。啊 ，Wastecard 话机锋太正，超后悔嗰次活动自己停咗牌冇玩，系嘛？我。机锋梗系正啦，哇！你有冇睇过个机锋个本子啊？哇！真系冇得顶啊！简直系咧，哇！呢啲呢个啊，握拳磨掌啊，握拳擦掌嘅境界，简直系哇！呢、這个机锋本子啊，有冇睇啊？哇！嗰、那个真系冇得顶啊！哇！真系，冇讲下呢啲啊，呢啲儿童不宜啊，呢啲啊。阿 Kettle 就话咪住先 ，E4 丙都有云龙咩咁嘅样？我唔知啊呢个。Face Car 话点巴有人 post 咗话掉系嘛 ？E4 丙都有云龙系嘛？吓 ，E4S 丙系嘛？咁啊 ，Kettle 话巴哈唔知啦咁嘅样。阿 Face Car 就话叫做一个希望咯，但过咗 E4 嘅已经冇晒希望再闹系嘛？
唔使惊，我都系过咗 E 四嘅甲啊，所以我都唔谂住E 四可以闹到好多嘢，我会试闹咯，但系唔会强求咯。我觉得 E 四都尚算系咁啦，个难度唔系话超级地狱级，即系都可以一玩嘅。起码系可以处理到 handle 到咯。不过当然睇运气啦，呢啲即系资源量啊嗰啲系嘛。啊 ，Race Car 话讲呢啲喎，系嘛？私はヤマト型、その改良2番艦だからな。咦，四隻箭都过咗等门神啦。礼が受け取ろう。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で、あれ、北上さん、今の北上。真系我觉得咧，呢个联合舰队咧，嗰个咁嘅水上咩啊？水上打击部队啊，即系有个。有隻航空母艦嗰個樣嗰個咁樣樣嘅組隊咧，真係一個坑嚟嘅喎，真係一個伏嚟嘅喎。出親嗰個咧，你一來你又要啲細艦去擋子彈，二來咧你咧又一隊嘅戰咧就淨係咧可以咧開得一輪，咁就完咗噶啦。咁你又知道嗰啲航母咧有啲道中嗰個出事率又高啦。你俾啲细篮去食蛋嘅出事率又高，我觉得嗰个真系唔用得嘅，我觉得系会真系会打到咧吓、精神污染嘅。反而你用呢一个机动部队咧，你唔使出咁多只嗰啲航空母舰，你可以吓，同、埋最重要就系可以攞一队嚟去挡子弹啊！咁样我觉得呢个真系啊争好远咯。你依家两只轻武咁样样，我一头一尾咁样都 OK 啊。只要佢唔好打中只轻武就得啦，六分即系变咗五分一机会，提督啊有人挡子弹噶啦，系咯五分一机会佢唔打中只轻武咧，我可以啊斩杀嘅机会都几高，暂时嚟睇下，亦都可能因为我今日比较好彩，我个人真系觉得今日几好彩嘅个运气，自己 feel 到噶嘛。啊，如果我唔好彩嘅时候咧，应该头先嗰下咧大和应该大破咗噶啦，我相信。Battle 话：我喺高登见到个好奇嘅现象，如果你 E 三甲唔卡够二十场，E 四甲就打到呕 ，E 三甲卡到黐线就 E 四甲好易过，我系后者。喂，我都系喎，喂，我 E 三甲真系卡到黐线嘅，卡到我甩肺，卡足五个钟。嗱，我五点半打到九点五，六七八三个半钟啫，三个半钟卡到我黐线。卡咗成两万油啊！跟住我打 E 四咧，之后我夜晚自己 offline 打 E 四咧，我真系行入去咁，我直入，几简单。跟住就过咗啦 E 四，我系系唯一有两次系冇斩杀到，但系都磨到血，系冇一次系被劝退嘅。跟住咧就直入啦。直入 boss， 跟住斩杀埋，咁就完场咯。即系我放埋呢个决战支援一次咋，咁就完场咯。所以就啊，你讲得啱喎。不过我觉得都唔点讲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某程度上都唔奇怪嘅，可能就系你呢啲就系呢啲提督嘅实力咯。当你个提督有实力，但系非提嘅时候咧 ，E 三咪卡关咯 ，E 四因为可能比较睇实力咧，咁你咪唔使卡关咯，咁样咯。啊 ，No 兒話 E 四丙都有雲龍，係甲調率高啲係嘛 ？OK，Base 卡就話佢係前者 ，E 四又卡到嘔嗰啲係嘛 ？E 三打咁長 ，E 四卡到唔知幾多場咁樣。哎，好啦，攞到制空啦。跟住 Desta 咧就話：我見依家啲人係唔打爆 HP 條，用丙拆船到斬殺難換難度刷新 HP 條。呢啲我觉得即系啊资源多咯，系嘛？即系佢豪得起嘅，咁佢咪可以咁做咯。我呢豪唔起啊，我惊我打唔爆添啊，大佬，所以我由佢啦。吓啊 ，David God 啊，欢迎 David God， 佢话 E 三减卡到黐线，我都系啦，真系，哇，真系我曾经谂啊，
衣衫格都打到卡到咁嘅程度，我谂喺度谂咧，可能我打唔爆添喎。吓，后屘咦睇依家好似都 OK 喎，即系都暂时都好似吓顺利。嗱、啊、呢次应该咧斩唔到啦，剩咁多只卒喺度，全部斗 miss 喺度。Desta 话：咁我冇你哋咁黐线，我十二点卡到三点半，当晚 Desta 见证咗我绝望嘅咆哮。哦，系嘛？哇！好啦，呢次应该斩杀唔到啊！呢次磨血啦，呢次 Maple 话要用 Windows 出嘅平板先玩到，冇希望了咁样样。哦，原来系咁。我呢次斩杀都应该冇乜希望啦。Desta 话我自己打嗰阵都有绝望咆哮，你身敲坏咗个 mouse， 敲坏咗个 mouse。我记得我对上一次敲坏只猫屎咧，已经好耐好耐之前啦，真系一嘢拍落去，即系个猫屎烂咗咯，嗰块玻璃烂咗，即系嗰块胶啊。系几时咧？系我嗰阵时开始啱啱打 FE 冇几耐，打港服嗰阵时咧，我又发老皮，一嘢拍咁样，跟住又烂咗啦。喂，打下 boss 啦，好唔好啊？啊！我之后我打咗好多 game 咧，我都真系冇打烂 mouse 啊，可能觉得即系吓都系咁上下噶啦。啊！我打 battlefield 我都冇打烂 mouse 啊，都真系冇，因为即系吓都大约知道系啊自己嘅实力系咁上下，或者系嗰个香港港服系咁上下，或者系只 game 系咁上下咧，都个嗰条气。即系都冇咁谷气啦，都吓。所提督のおかげだよ。我啊，斩杀唔到，冇咗少少血。作戦完了ですって。Kato 话 mouse 拍同咩啊 ？mouse 拍同掉咗好多次，仲未爆炸。哇！我嗰次咧真系，即系咧拎起 mouse 一嘢就拍落张台度咧，好似人哋咧包公审案咧。咁样嗰只，跟住即刻烂咗嚿胶，跟住自此后个 mouse 咧好似唔系好喐得啦，即刻换 mouse 啊要。头先我都唔记得睇嗰个支援烂队咧打得中几多只添，啊依家冇得睇翻啦，头先挂住倾偈冇睇到，啊由佢啦。我真系唔使点擦闪喎。好神奇喎、啊！呢、這个活动竟然唔使拆闪，啊，可能斩杀嗰阵时要拆闪啊！啊，依家讲到啊咁轻松，阵间又知出事吓系嘛？白常收收啊，武装唔收，好似可以顶得顺，冇晒闪啊，换人先。啊 ，Kato 话拍姜咁拍系咯，即系拍姜咁拍系咯，换个闪人出嚟先。哇，超限教我已经好早咧，两三个月之前咧，已经系有啲好多长期嘅闪嘅烂喺度啊，所以极度限教一换人就搞掂。了解，ベール内出撃する。好，要等下状态喎、哦，睇嚟。Base 卡话有闪同冇闪，咪都系一下大破，系咯，啊，非常之中肯，我觉得。不过真系要等佢49状态先得。佢49状态，如果门一出门口你 S 到。嘅话咧，你下一场就50噶啦嘛，即刻就闪噶啦嘛，争好远啊嗰度，即系所以要等一等佢先啦。お疲れ様です。啊，顺便睇下咩演习打下啦。忙しいのに、そんなに暇なら消火ポンプとかよく確認しておいてね。哇，睇下呢啲啊，又系打紧活动啦，睇佢个阵容就知。啊，呢个又系打活动啦，双兄冇仲唔系打活动，波哥呢个叫做，呢个肯定是香港人嚟嘅呢个波哥，仲要啊唔打日文，仲唔系香港人
啊，即系 ban 人啊 ，ban 呢啲啊 ，ban 我呢啲啊，即系啊，睇下先啊，嗱呢个又系打活动嚟啦，我个个打活动嗰啲咁鬼难打嘅，个个都玩活动。好啊，呢个时候升下啦，呢只。咦？哦，咁样啊？搵只五八出嚟叉闪好喎，打下演习。我都系唔好啊，系咪都好嘅？搵下五八打攞嚟打演习，睇下可唔可以闪一闪佢。咦，五八去咗边啊？唔见咗嘅。啊，呢度。さあ出撃よ。二号潜水艦の力。ミッキー艦 E401 出撃します。ゴーヤ潜ります。空転冒険睇先啊，我未揿个任务喎。お疲れ様です。哇，其实依家啲人个个打活动咧，个个开晒啲重型舰出嚟咧，就啱晒我呢啲攞嚟升潜艇。因为你又唔想搞咁多嘢，又唔想抢仔空，你又想悭女咧，系要咁玩。哦。やられました。ちょっとよくないです。系喎，哇！呢、这个有备而来喎、哦，呢、这个中枪喎、哦！哇，突然间谂到系、哦，未攞香水出嚟出海玩下添，话唔得要入夜战啊，如果唔系输嘅。Maple 话今年五月出南娘改，系嘛？个南娘改系嗰个手机 game 系嘛？之前咪好似出又出只新 game 啊嘛。一开始就啲提督已经可以用晒所有嘅蓝啊嘛，阿 Kato 话单横啊人哋啊，咁佢航巡单横都冇话咁劲噶，大佬，我估佢航巡可能放咗两只啦，呢啲一定要攞制空啊，佢咁样出一定系攞制空噶啦，即系可能嗱，佢两只正航。佢又可能真有輸出，咁就放唔曬啲制空艦，咁佢就揾啲航巡呢，或者有人係直情諗呢，就係單加荷兩隻航戰呢，即係兩隻改二嘅航戰呢，咁咪可以有一架23嘅飛機呢，咁樣呢去屈返個制空值啊。我自己計過呢，如果咁樣屈制空值呢，係會有260幾制空值，啱啱好就俾你可以喺呢個 boss 攞到制空囉。啊，即系好似类似咁样样啊，即系航戰两只箭，两航两只轻两航系啦，咁样样咧，咁样去攞一航系啊，一航跟住一只航巡，四只箭，一只航咁样样去攞个制空啊，啊，所以我估呢啲应该放晒飞机喺度噶。哇，食咗屎喎！阿郑得闲攞只香水出嚟玩下先。敵艦隊発見です。夜の戦いです。Maple は、好似話出喺 PS 機度 ，PSV 嘛，我記得好似話。いろいろ。不過就係玩法一定唔同，完全唔同嘅玩法。20ミリ連装機銃が火を吹くわ。
確実に沈めるの。ゴーヤの魚雷さんはお利口さんなのでち。应该差唔多噶咯，嗰啲状态系嘛？ゴーヤ、ちゃんと頑張ったでしょ？我攞埋 MVP 唔系有事吗？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ダンケ。应该差唔多啦，啲状态。好啦。さあ、機用型航空母艦の出撃よ。機関ヤマト、出撃します。戦艦武蔵。いざ出撃す。戦艦ビスマルク、バツミョウ、出撃するわ。戦艦ナガト、出撃する。よし、海藻強化済みの巡洋さん出撃しちゃうよ。バツミョウ。ゴーヤ、潜ります。 OK、 又可以再出了。呢次我要睇清楚佢，如果入到 boss， 睇下佢嗰个决战之环扣几多先。我硬系觉得好似有啲嘥几时啊！佢决战之环。ちょうどよかったわ。艦載機の整備を手伝って。何気に数が。唔记得爆缆添。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唉，睇嚟又要逼我火金啊！我已经冇话缆位啦，我爆二只上限。真系要逼我火急啊！我依家155只啦，依家长期都已经。揿错添，啊，好似未揿联合舰队。呢个机动部队，我觉得真系一个福嚟嘅。老点样搞啊？都一定要揿水上部队啊！老年都出水上部队啊！さあ、機用型航空母艦全力出撃です。劇圖话咧，其实香取本身张立盘都唔邪恶，但系佢用两只手指温起条边哥下边都好有邪，冇错，非常同意，不能同意更多，太正。攻撃隊発艦開始。真系冇得顶啊！嗰张嘢真系。系个动作啊，真系多少防御力が弱かったぜ。わあ、怖いのいっぱい見つけちゃった。哇，靓喎。啊、真系只要佢唔打只轻武咧，出呢一个第四阵列咧，真系好有用啊！佢嗰、那个佢呢一只系属于轻巡嚟，我冇记错，即系嗰个我睇翻啲资料，好似话呢只系轻巡，咁啊轻巡打呢大舰应该都扣得唔多啦。头先爆 critical 呢个系。正航呢个系咩啊？同航战，同航战 critical 打长门都扣17，咁佢真系打、啊、出门呢一个都应该出事故率都应该唔会好大啊！所以我又再次证实呢一个水上部队咧系一个福嚟嘅啊！Maple 话睇啲图同电脑嘅玩法好似差唔多，哦，唔系佢咧系。有一个好大的分别就是他一开始都俾用晒所有缆啊嘛，呢个已经好大分别啦。你依家咁喺度打生打死都系为啲缆啫嘛，新缆啫嘛，啲人喺度捞机锋都系捞新缆啫嘛。佢依家一开始俾用晒所有新缆，啊，唔同好多，啊，呢个好大分别啦。第二样嘢啊，我觉得系佢玩法咧，其实佢系偏重战略噶嘛，即系又有一个玩法，点讲咧？好似话呢个舰娘又话出街机 game 啊嘛，咁佢。嗰、那個玩法咧就係、是、好似三國志大戰咁玩啊嘛，咁至於你話 PSV 嗰只嘅玩法咧，我就唔係好清楚，但系咧我 feel 我
根据我听翻嚟咧，就似系战略，真系玩战略游戏咁样样啊！即系唔知可能要排位啊，跟住又要啊研究嗰个进军啊方向嗰啲咁样，我唔知啊，我估嘅啫，啊！即系呢啲点样玩法，到时咪知咯，系嘛？咁啊，已经又唔同啦。依家呢只蓝娘系呢一个玉成啊，呢、這个卡片收集系嘛？即系个定位都唔同啦。你见佢即系嗱，一只战略 game 边有可能咧，冇得俾你决定话边只开炮先，边只开炮后嘅啫，系嘛？即系玩嗱，玩呢只唔系话冇得决定，但系咧，即系好多嘢系运气。为先就呢、這个玩家嘅意志或者系一个玩法就系为比较弱嘅，即系嗰个比重，所以咧其实系好多时候都系啊尽人事听天命噶嘛呢只 game，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只 game 即系一只运气 game 多过一只战略 game 咯。Stanley 话炮艇起道，炮咩啊？咩叫炮艇起道啊？啊！欢迎阿 Sandy 先啊 ，SK 又欢迎你啊！好啦，四战点我都过咗啦，终于哦 ，Stanley 个爱好叫炮艇啊，系咪叫做？ヤマトが一番ですか。少し晴れがましいですね。次の回戦もお任せくださいね。OK OK， 好啦，入门神啦。Sandy 话我打完月我是零，我恭喜你先啊！打完呢、這、一个E5嘅月啦，已经啊。Kato 话炮艇系个高，系个高登潜到水嘅炮打，哦，系嘛？好啊。我之前都有都好耐啦，好耐以前有追过下高登啲 post 咯，之后冇啊。我因为我主要我譬如我收料啊，睇攻略啊，睇啲搞笑嘢啊，我都系上呢个百度多啊。一百度贴吧，因为佢人口基数多好多啊，你会睇到好多更加多有趣嘅嘢咯。所以我上咗去睇，多数我都系上去嗰度睇先。哎，正喂，门神天字不利，咁啊稳稳阵阵啦，应该冇乜事啊，应该最正就系门神天字不利，跟住入 boss 咧就呢、這个啊天字有利，咁啊最正啦，即系我等于打依打呢个五五，打五五咧，永远呢个雷将改个碟咧，啊天字有利咧就死硬嘅，九成九都系爆机啊，即系大破嘅。如果你呢一、這个五五咧，嗰、那个门神即系呢个门神咧。是这个天字不利呢就九成都没有九成的八成呢都入到这个 boss 啊，所以呢啊 ,ok 的应该。啊 ,SK 话斩杀紧 E3, 是吗？加油啊 ,SK。我知道你不要打大只就得了。哇，对不起我收回，我错了，对不起。我赢的，应该是我赢的。冇啦，翻屋企啦。比斯卡话你已经大破了。晴れがましいですね。次の回戦もお任せください。好啦，有排等啊，肯定红面啊啲人。作戦完了ですって。冇啦，有排等啊，我去煲个水先。我真系去煲水啊，我斟水煲水啊，等我一阵啊。
好啊，翻嚟啊！太残忍啦，佢竟然一嘢兜嘢打落去大定度，跟住就中出咗佢，真系惨。啊 ！SK 话正，依依出咗天津风，恭喜晒。Stanley 话用明石旗舰试下啦，咁嘅样喎，唔好啊，咁仲死得仲惨。我依家有只焰八咧，我已经可以回避到，似乎真系可以回避到下路嘅坑，即系都几稳定。睇佢暂时都好似嗱冇落过下路啦，全程上路系嘛？你入多咗粒入得，即系你入多咗个坑，真系争好远噶。桶啊，冇乜所谓，打最后一关咯，系嘛？唔好悭啊呢啲。冇撞收埋佢啦，大和唔收啊，争嗰六血。哇，有排等喎啲状态。睇先啊，哦，冇晒闪咯，决战支援都，睇下使唔使刷闪先啊，换一换人先啊。应该仲有其他蓝有闪啊，啊望下先，出呢啲出雪峰冇闪，有冇啲战蓝有闪啊？有啊，比喻有闪、啊，有几闪啊佢？少少啦，咁嘅情况系咪驱逐蓝有闪先？有，记得仲有嘅。啊，初伤咪有闪啊！极度悭胶咁样玩。啊 ，Kato 咧就话依依，我都系出天津风，已经第三只，一只能袋都唔肯跌俾我，系咩？喂，你出咁多天津风啊！我反而打意义嘅时候系咁出咬害嘢，真系咧爆都爆咗四五只喎，咬害嘢大佬夸张到一啲，我个人觉得。依家我睇佢状态，应该仲要再等等。執務中に冗談はやめてって。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咁样情况，又打下远征，咪打下呢一个演习先啦。啊咩啊 ？Stanley 二一系咪只会出金底战舰？唔知啊，我冇喺二一捞下船，我冇喺二一捞过船。Gato 话阿海嘢成五六只啦，黐线价咁样样，系咯。有好多人都话阿海嘢出得好鬼频密、哦。喂，我听讲啊，我唔知啊，系咪阿海嘢咧？因为点解出阿海嘢出得咁频密呢？因为好似话阿海嘢就同埋阿柯啊、那柯、阿海嘢呢两个喺呢个海域嗰度就系沉咗船噶嘛，即系正史啊，所以就露出阿海嘢俾你系嘛。那柯成日出咧，就大家司空见惯啦，系咪先？都冇需要作当新闻咁样报。但系咧，阿海嘢经常出咧，真系就。Rare 度又高咗咯，系嘛 ？Stanley 话阿海嘢大街货五四一车车，系嘛？五四一车车，好嘢！五四我反而成日出嗰啲咩金底战舰啊，嗰啲航母啊，我都好少出阿海嘢喎。五四反而真系啊，睇下得未先，仲未得。再等等，唯有加演习啊！呢个又系挂两个打，好想打咗佢喎！呢个呢场演习。
啊，所以睇下啲人玩成点先。有人将女五白咧，嗰张嗰个图咧，即系嗰张嗰啲肤色变翻白的、哦，过瘾呢、哦這个啊啊！我睇下可唔可以 post 嗰、那个，哎呀，诶呢张，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望下，几过瘾我觉得，开唔开到啊？呢、這个我睇下我自己开唔开到先，系、哎、开到啊！佢真系 P 翻做呢一个咧啊！未嚟日本之前嗰个样啊！OK 喎呢个。ちょうどよかったわ。艦載機の整備を手伝って。何気に数が多くて。系咯，真系唔知点解佢会嚟咗日本之后咧个肤色争咁远，真系夸张咗啲，我觉得。话出得啦，出得啦！やっちゃいます。なんなの、もう執務中に冗談はやめてって、もう。さあ、機用型航空母艦の出撃よ。好啦，攻撃隊発艦開始。攻撃隊発艦開始。喂，其实咧，我想问咧，系咪真系我唔知道有冇人验证过呢样嘢啊？你譬如你打，大家都知道打完 E 五甲咧，有呢、這、一个甲级勋章啦，吓、啊。咁我想问咧，如果譬如我假设我 E 一至 E 四都唔打甲，跟住我突然间 E 五打甲咧，我会唔会都有呢个甲级勋章咧？定系话要全部 E 一至 E 五都要打甲咧，先至有甲级勋章咧？呢、这个我真系唔知道，我亦都唔敢攞自己 account 试啊！但系我想睇下验证一下，到底会唔会系咁样样，即系纯粹八卦，想知道。阿 Vice Cover 好似要全甲先得喎，系嘛？即系话一至二五全部要甲，要一个月都唔得。哇！咁嗰个甲级勋章咧，真系一个见证住呢个提督嘅血与泪、哦。佢又要忍手唔闹船，又要咧啊有咁上下运气，或者佢有冇带去打爆咗呢个 E 五吓？又要有咁上下资源，时间支出，哇！呢、這个吓。啊真系都 OK 喎，系嘛？即系好老实，我觉得，譬如你讲话呢个 E 二或者 E 三，你打甲同打乙，我个人觉得真系分别唔系好大嘅啫。你多个勋章少一个勋章，你做乙任都有，你嗰啲改手之才系嘛？你做乙任都有，唔乜即系点讲啊？你唔一定要强求咯。我自己都喺度犹豫咗一阵，不过谂住，唉。系咪都好啦？打埋佢咪 E 二就难讲吓 ，E 二佢有支五廿一啊 ，E 一你打甲同乙，我觉得分别唔好大，多两个鬼收资财啫嘛。啊，跟住你 E 三又系多一个勋章，一个勋章啫，一个勋章你打个乙任都有啦，系咪啊 ？E 四啊仲夸张 ，E 四咧就多三个鬼收资财咁大把，咁啊打乙咪仲好系嘛？不过就啊，如果佢就真系话全部五场要打晒做甲先至可以攞到勋章咧，咁啊唔同计法。Vista 咧就话 E 一甲拿嘅机同其他唔同，
系咩？睇过。我又系烈风六一零空六零一空，系丙先系烈风啫嘛。我睇嗱，我睇 Vicky， 哇！我话出事啊，一定系兄妹会出事。又翻屋企啊 ，so sad 啊！头先嗰啲太好彩啊，嗰啲啊不能够作准啊，依家开始大破啦吓、啊。好啦，我专心擦下闪先啦。都冇，我觉得都冇理由咁易打噶啦，啊都啊，硬系有啲嘢。好嘢！連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ビビたるものだが、もらっておこう。か、これが従来総監の実。作戦完了ですって。不過我要拆閃嗰只咧，冇曬狀態喎，原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So sad。可燃物下ろしておきましょうか。まあ、そこだけ安いからな。あたしと費用ってば、仕方ないね。少し整備は必要だな。哇，其實我真係覺得初傷咧，如果咧改改個畫風咧，啊，將佢改做呢個白露型嘅親生女嘅畫風咧，哇，應該好鬼正啊！即刻攞嚟結婚先係咪啊？呢啲啊，大家有冇諗過啊？其實初傷真係 OK 嘅，不過畫風唔得啫，我覺得即係唔係我個。唔系买 cup of tea 咯，但系啊，即系啊，嗰个造型其实唔错，同埋把声唔错。睇先，擦下擦。よし、改造強化済みの巡洋さん出撃しちゃうよ、発病。好啊，有冇阿如月？冇啊，得望月啫。出撃だよ。谂住揾阿如月，揾阿如月出嚟玩下添。谂住揾阿如月咧，啊出嚟表演咧，即系呢个咩啊？重演一下呢一个沉船添。好，睇下点玩先。いいね、意外と私やるからね。おっと、二日酔いかいてる毒ダメだな。これ飲んどけよ、ほらほら。私と費用がいりゃ、まあ機動部隊って言えるっしょな。啲武风我都系呢个活动打出嚟嘅，因为我真系好少去打三三，咁就都冇乜攞到，冇乜机会。其实你冇乜地方攞到武风，嗰啲活动图咧好多都冇武风啊。喺今次又出翻武风，咁样咪攞到武风咯，都要攞去升一升。武风唔错啊，造型唔错，远征队。SK 打成点啊 ？E 三打爆未啊你？都啊，我知应该阿 Kato 咧，应该就系一个闹紧船啦，系嘛？你哋好多，我谂你哋好多人都应该系一系就打爆咗，一系就闹紧船咯。啊，进度都好快，一
有冇人又系打紧 E5 噶？有冇人打 E5 甲噶？喂！関西機運用能力も高いしさ。艦隊が帰ってきたよ。お疲れさん。また踊れますね。おっと、二日酔い回程度く。ダメだな。哎呀，给补卡片。改造強化。咁鬼咗。劇頭話已經鬧到黐交叉咗線。是这样的闹船，我以前闹过一次船，我都不想再闹船，太过闷了，真是睡觉的，玩到会走去E27冷袋，是吗？我反而觉得呢，冷袋不想那么急、哦、因为冷袋啊、齿尘啊、阿河野这些呢，全部都是可以利用大剑最低资源量同埋最低嘅開發嘅資材量咧，去出到出嚟，真係噶、哦。我覺得呢啲真係唔想鬧喎、哦。你鬧呢啲，如果你純粹係為呢只嚟鬧咧，我覺得你不如將啲資源抌落去大劍。我覺得你鬧嗰個資源咧喺大劍嗰度都差唔多噶啦，可能隨時大劍用嘅資源用少咗添啊。因為如果嗰點講啊？嗰一关佢出嘅蓝咧，唔系 Vera 嘅蓝多，或者系即系次一线嘅蓝多咧，佢一定有好多噶嘛。如果你系嗰个关就系 Vera 蓝 Vera 蓝咧，可能你反而你嗱 Vera 蓝嘅几率仲多过你去蓝，因为你嗱又有能袋，又有阿贺嘢啊，又有其他天津方嗰啲咁样咧，好多只比较多只啦，即系相对之下啦，相对之下咁比咧，我真系觉得你不如玩大剑好过啦。我自己觉得就是呢 我个人感觉啊，起可以用建造出来的蓝呢，我就不会特登去闹的。如果建造不到的蓝呢，才真的要去闹的。那意外といけてんだろう私。結構関西機運。SK 就说他擦闪中是吧。我E3就要擦闪啊，咁悲劇的。我冇擦闪，不过就真系系咁死咯，就是、因为冇擦闪。好，我都继续擦闪先。好啦。嗨，司令官，行きますよ。いや、戦いの後の一杯は格別だね。我差点又唔记得补给。ありがたいな。主婦の方にも補給を頼むぞ。大事大事。よし。ケット就話：長長 S 唔係冇男出就係出男底區。係我都話呢啲，因為太呢啲係比較 common 嘅關數咧，比較低級嘅關數咧，所以佢會出好多嗰啲垃圾男啊。即係唔係話你依五冇垃圾男，但係相對會少啲咯。啊，佢就話：我就係唔想同佢 loop。我 mean 即系出最少大剑出最少资源，大剑我仲未搞掂大和哦，系嘛？咁样啊？咁我觉得你不如你更加唔好急添、哦。我个人觉得你出咗大和先会好啲，因为你我谂你都明啦，呢次活动佢咁样样真系大和有大和武装嘅，先至真系打夹嘅几率赢嘅几率高啲，即系我觉得系。你呢只 game 当然系一只叫咩啊？男队收集，即系呢个男粮收集嘅游戏吓。咁、啊、我觉得如果你缺大和同埋缺呢一个能袋，两样都缺嘅，你迟早两样都要攞噶啦。点解你唔攞个大和先，增加咗自己男队嘅作战能力之后咧，再去揾啲其他方法去攞能袋翻嚟咧？因为能袋好老实，我真系冇用过，亦都冇出过听秦。我觉得大定好用过能袋好多，神通好用过能袋好多，真系唔系讲笑啊！当然如果你对呢一个能袋有非常之大嘅执着嘅话咧，咁冇得讲啦，祝你好运啦，系咪先呢啲啊？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系即系点讲啊，冇乜所谓嘅，即系当系储多只嘅，我都你唔想闹咯，因为闹真系嘥好多时间喎。佢话佢仲未有抽樽丸、哦，哦，咪抽樽丸呢啲都系唔急得噶，点解呢？因为咧，我个人觉得啊，
出秋津院呢即係都真係仲难出个大和宝藏㗎，我唔知点解。因为佢呢又係嗰个问题啦，又啱好夹喺中间呢，唔上唔落咁呢，你赌多资源你又出大和，赌少资源你又出嗰啲咩阿河嘢啊、齿衬啊嗰啲，你真係好难有一个呢固定嘅公式出周津院㗎喎。虽然我见到有人真係好容易出咗秋津院，但我真係呢话你听，我赌完大和，赌完武藏，赌埋 Bismarck 啊，我先出到秋津院你知唔知啊我都唔知点解，总之就係咁样样。所以呢啊，即係我呢个纯粹个人意见啊。全身マッサージよろしくね。くぅ、風呂が傷口にしみるね。我应该差不多了，我相信。好，组队出先。機関ヤマト、出撃します。戦艦武蔵、いざ、出撃。戦艦ビスマルク、抜秒。出撃するわ。戦艦長門、出撃する。よーし、海藻強化済みの巡洋さん、出撃しちゃうよ。抜秒。いいね。意外と私やるからね。入渠已经入渠完啦，系咯，啱啱好十分钟，啱啱好就可以俾佢。咁样 ，OK 啊！依家只轻武拆咗三层闪啦，两层半啦，冇三层啦。啱啱因为出完先即刻拆啊，未拆烂添，所以就应该会啊，应该唔系最高闪啊，不过都差唔远嘅，差唔多啦。阿 Vase Car 话：我反而冇武藏，系嘛？即系你其他都有啦 ，Bismarck 都有冇武藏啊？哇，咁啊真系神奇嗰啲喎 ，Bismarck 系难出啲喎。啊，出埋先，睇先，出埋个远征啊！啊 ，Kato 咧就话，其实我原本唔谂住闹，我见好多人一车车咁出，我谂住唔使闹好耐，点知搞成咁、啊，咁啊呢啲冇得强求嘅，即系我觉得你闹咁上下，你觉得过咗自己个关口啦，你都觉得你都见到佢出唔到嘅，咁啊停手算数咯，人哋容易嘅，人哋嘅事系咪先？啊！我人哋够话一三二打啦，我咪够卡足三个半钟，我已经系攞住大和武藏出击，都已经要 cross 差三个半钟，你谂下啊！所以呢啲不能够同日而语。我啊真心觉得咧，如果你话闹阿贺嘢好难闹咧，我啊觉得系真系咧就可能就比较夸张。如果你话要闹能代咧，可能就真系咧难啲难咗啲，唔系话佢 rare 啊，因为咧佢。旁边的蓝太多了，你未必抽得中啊。你抽完你越想捞那架就越捞不到，是咯。即有些似就是说你手想找那样东西出来，你不记得自己摆在哪边，找来找去找不到，即你睡第二招睡醒，跟住你突然间这样啊执执下东西呢，或者你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呢，突然间你发现咦原来在这里喔、啊、这样的啊，好神奇啊，是吧？截图啊，唉，算啦，我得翻五千友唔闹啦，咁样样、啊，迟啲先再谂下招商闹唔闹咁样。哦，咁啊，我啊觉得嗰啲乜商乜商嗰啲咧，你又唔使惊，你又唔使心急、啊。我 feel 到咧，嗱，佢嗰啲乜商乜商咧，佢一出第三只啊，咁咧应该一打四只噶，系咪先啊？咁啊，第四只应该下活动再出噶嘛，咁咧佢咁。
啲我同埋我留意到咧，嗰啲乜伤乜伤咧，佢系净系喺活动里边俾你闹，佢就系喺活动里边俾你闹。所以咧，我相信咧，如果你下次好彩咧，你可能练嗰啲乜伤乜伤四只伤咧，一次过闹晒翻屋企都得，系咪先啊？今次角川咧，佢做嗰个设计唔系咁好，就系咧佢啲甲乙丙嗰啲咧，限制咗你闹船嗰个咁样样嘅难易度啊。咁即系唔实际咯，咁呢次闹船真系会难闹咗啲咁样样，咁啊下次再嚟咧，一定有得再俾你闹嘅。你如果话闹嗰啲乜伤乜伤嘅话，山云都系啦，系咪啊？会唔会再出嘅？会唔会唔出嘅？啊，佢同埋佢都，我觉得佢系只会抌更多个烂出嚟俾你闹，唔会话收埋啲烂唔俾你闹噶嘛。佢依家越出越多啲烂鹰。即系俾你闹嗰啲啊，机锋都话有得闹咯。你谂下，机锋嗰阵时系上旧年活动最尾个关出嘅奖励嚟噶嘛，都有得闹咯，系咪先啊？一定有得闹嘅，第日唔会冇噶。呢次唔得嘅，下次系咪啊？一图话卑斯物，我都唔知点解我会系我第一只大战嘅出货，系嘛？系佢同你有缘咯。飞婆话跳台睇蓝娘动画来弥补冇得玩蓝娘嘅空虚、哦，哦好啦，一路好走啊！一图话咩啊？次次新植运型都出，一出就闹到，谂住高埋呢只啫咁样样、哦，系嘛？我呢啲好吊鬼啊！有阵时真系你越想佢出，佢又越唔出俾你。啊，一图话山文就死好命，一五解任出到、哦。一五解任出山云，一五出山云嘅咩？我真系唔知道、啊。我一五真系出山云呀？点解一五冇山云嘅？私は大和型，その改良二番艦だからな。当然か。しかし、私ですか？礼は受け取ろう。嫌だ、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で、あれ？Race Car 就话佢成日收埋我只初风，唔俾我闹，次次活动都有得闹下，但都唔出咁样。初风，我记得好似啊，其他位都有得闹系嘛？咦，哇 ，random 去 G 点咯呢次吓，睇下 G 点有啲咩玩，应该差唔多啊，相信 G 点同 H 点。一图话之前限期一五有哦，哦系咩？哦，嗰排我应该未啊，应该嗰排我应该系休闲紧啊，冇留意，原来有噶。哦，咁冇啦，我又错过咗啦。我都冇山云呀，不过我唔急啊，真系。哇，呢度搞咩？喂，呢度点解有只黑岩战喺度嘅？喂，会唔会太恐怖啊？会唔会难打好多噶呢度？死啊，惊惊地喎，好似同头先唔同喎。哇啦啦啦啦啦！好在啫，拆咗闪就系中火，唔拆闪就大破啦呢下，话你听啊，真噶，唔系讲笑。嗱、啊，好啦，系啦，你唔好打佢，系啱啊。沉埋 ，OK， 打沉埋佢，哇，正一五三。爽到冇朋友，中破正 ，yes！ 争在啦，喂，大破埋佢啦，喂，唔系，不过佢都唔出招啦，佢中破咗，爽皮到震。Base 卡话，所以佢成日读心，冇咩想要嘅就自己出嚟咁样、哦。好嘅，呢啲始终运气游戏咧，冇办法。终于又有 boss 啊！我依家有冇一半啊？应该未一半啦、啊，边有咁快啊？就算一半都唔咩啫。
街头话系嘅，但唯一例外系我只武藏，系嘛？哇！佢嗰个对抗吸烟冇出过咯，依家阿秋月都唔出啦，我冇乜所谓啊。秋月呢啲爱嚟做肉盾嘅啫。哎啊，有啲痛啦吓、啊，起码打得中下人啦，都有啲用啊。我哋头先咁打，哇，扣几喎、啊，扣九血，仲要 critical 咁样咧，真系唔知想点。有啲机啦，嗱呢次打沉埋佢，唔沉。O K。咪打沉啲卒先咧，唔好打只，哎呀死啦，连击咁样打沉，哎呀。咁啊问啲喎，依家咁样问咗啲喎，大破埋添。咁样玩连击都 OK 嘅。好啦，嚟啦夜战啦。好，沉咗隻。有冇机呢？哎，秋月，秒嘅重长控场先得唔得？照明弹唔出咯佢。OK， 唔错，唔好大破啊！好在，好啦，中破之后就有呢个加成攻击力，你死啦你！突然，嚟啦！错，扣九啊九，嚟啊！大力啲，大力啲！嗱，时雨睇你啦呢度。哇，点啊？靓呢下真系靓。どう？海藻空母だって。哇，啲经验值都好金下喎。私たち結構やれるんだから。この勝利、僕の力なんて些細なものさ。この雨と、そう、提督のおかげだよ。出肉哦！作戦完了ですって。補給、大事に使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大切な補給物資、あり補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燃物下ろしておきましょうか。まあ、走行だけは薄いからな。あたしと完全に作戦が悪いのよ。いえ、まあお風呂もいいよね。大仔真系好复合啊！風呂はいいな。少し偽装の修理が必要ね。哇，刀痛好似唔使钱咁啊，系咁去。もういっぱいだち。又要储翻两个月桶啦，咁啊冇咗200桶喎。我保守计过呢次活动，嗱我3000桶开跳噶嘛。嘅依家嚟到呢个231，计埋每日可以做日任攞到嘅桶量咧，应该用咗200桶啦。到呢度真系，哇，几鬼金！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秋月好似唔系好出咯喎，嗰招俾佢由佢啦。不过，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ちょうど浸水した船があるわよ。做下日任咁啊，应该都回到呢个气啦。Base Car 话我秋月冇电探喎，我记得秋月系唔使电探噶触发，因为咧之前我都系咁样放咧，跟住佢出咗呢个对空吸烟啊。佢应该系，我都系运气问题咯。不过我宁愿佢道中唔好大铺都好过去出吸烟。其实依家你玩呢一个 E5 咧出吸烟其实冇乜用啊，即系都系点讲啊？锦上添花咯。因为你出吸烟，其实一个好大嘅作用就系谂住可以打空人哋嗰只航空母舰嘅飞机数啊嘛。但系咧，其实好老实系打唔空噶嘛，因为。啊！纯粹靠一只吸烟咁样咧，冇乜用，个作用唔大。
所以其实都冇乜所谓，佢唔出都。これはすごいわ。ありがとう。我记得好似其他男咧，就真系有电探啊。一支炮加即系一支秋月炮加一支高角炮加一个电探咁先出啊。咁我依家秋月就系、是有两支秋月炮咧，就应该都出嘅佢。お疲れ様です。特登放嗰个探照灯就系谂住可以做肉盾咁样嘛。应该可以再出咯。ちょうどよかったわ。艦載機の整備を手伝って。何気に数が多くって。やっちゃいます。OK。なんなのもう。執務中に冗談はやめてって。哇！我依家咁样就扣咗一半噶啦喎，系嘛？呀，我。斩多佢两次应该就斩杀噶咯，系嘛？咁鬼快嘅喂！さあ、機動型航空母艦の出撃よ！我打应该打咗个零钟啦，差唔多两个钟啦。即系呢个机动部队出呢一个第四阵列，真系几强势喎，好似。多少防御力がよくだって。魚雷さん。戦車させぬわ。やるしかないわね。そうだ、シブヤン海のようにはいかないぜ。ファイヤー、キュッパー、ものどもかかれ。ヤマト、砲雷撃戦始めます。はい、ろ、リーチェ呢只乜鬼呢？真系唔知乜鬼。佢打嗰啲战舰系唔痛喎，我未试过一发大破啊！打啲战舰俾佢，佢系应该系打只潜应该会痛啲，打我只潜。但如果打到佢中破咧，佢应该扣唔到我只潜有几多。同埋我睇佢呢个系咪呢个单中阵嚟嘅？呢个单中阵反潜更加唔得啦，所以出潜其实 OK 嘅真系。私はヤマト型、その改良2番艦だからな。当然か。しかし、私ですか？礼は受け取ろう。いやだ、OK 喎，真系出潜一隻系可以回避下路漩涡喎。啊，呢个潜终于喺呢一个最后呢个活动最后张图咧有啲作用。呢个角川咧，其实旧年前年啊，即系只游戏出冇几耐之后咧，即系嗰只潜喺夜战里边爆泄之后咧，即系喺呢一个 E4 地鬼血嘅狗血嘅 E4 爆泄之后咧。呢、这个角川英系啊，几乎系忽视咗潜喺活动里面嘅角色，即系佢都应该佢都系啊，不断咁去抑制呢一个潜嘅作用。但系依家咧，佢终于俾翻潜咧有少少用喎，咁样都系无上未尝唔系一件好事。你啲潜依家除咗出三二三之外，我都谂唔到咩用啊，所以我成哇。会唔会太残忍？又爆機，哇！四戰呢一點真係咧走唔甩，都係走唔甩，差閃先啦，又要係咪先啊？
太残忍了你。私はヤマト型、その改良2番艦だからな。当然か。私ですか？礼は受け取ろう。やだ、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って、あれ、北上さん、今の。おう、翻屋企了又。作戦完了ですって。補給、大事に使わせていただく大切な補給物資。あり、補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燃物下ろしておきましょうか。まあ、そこだ。即五八要21分钟啊。哎，抌你落去洗下先啦。不过其实五八都冇乜点伤过，佢主要系佢门口嗰个系单中阵嚟嘅，单中阵都伤唔到佢皮毛，即系下扣一咁样样，系咯。所以其实都威胁不大。改造強化済みの純陽さん、出撃しちゃうよ。好話啦，最大嘅隱憂就係隻輕武啫嘛，所以係攞隻輕武嚟擦閃就夠，其他都唔使理。好啦，出埋隻早傷，攞埋個大破圖先。発病します。いいね、意外と私やるか。かっこいいな、自分に惚れそうだよ。よし、改造強化擦翻三层闪先。出撃しちゃうよ、抜病。パーッと行こうぜ、パーッとな。我咧想问一个问题，你哋有冇人见过咧呢一、这个蓝娘魔改啊？即系话咧，你依家譬如我假设你睇动画吹雪嗰个张相，即系嗰张造型咧，靓过呢个游戏里边好多嘅。咁你就攞呢、这个动画里边抽雪嗰个造型咧 ，key 佢嗰个抬头出嚟咧，放落只 game 度。咁啊，令到只 game 个吹雪嗰样咧，由佢一开始吹雪，即系个咁样衰嘅包包面，或者系嗰个二改咁样衰嘅花木兰咧，就变咗做呢一个动画里边嘅吹雪嗰个样咁样样啊，即系短发赤城咁嘅样咧。咁啊，我见有啲人咧改咧，就将金刚咧、津明啊吓、啊、改咗个样。跟住嗰阵时，仲有啲人改做改大和啊嘛，真系改宇宙战舰大和号。有啲人咧就改咩基拉大和啲，哇！我想问点整噶？有冇可以介绍下？我见人哋整得都好鬼靓喎啲图，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都对于某啲蓝娘嘅立绘咧非常之不满意啊！我系觉得咧系应该换咗佢嘅，但系呢个国村咧。佢就唔會俾你換嘅，啊！我覺得國宣呢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執著，即係可能你唔可以話佢係落後嘅，即係佢有佢自己原則。但係我即係作為玩家都想試下玩下呢啲嘢嘛，即係你等於你玩呢個 World of Tank 咁樣咧，喺度玩下啲模組啊咁樣，你玩 game 都想玩下模組啦，玩得耐係咪先啊？我覺得好正常呢啲嘢，啊！多啲只 game 出下，越嚟都系嗰啲嘢嘅时候，系咪先啊？吓、啊，即系我又觉得呢只 game 真系出嚟出去都系咁样玩法啦。你搵啲新嘢玩下好啊嘛，系咪先啊？啊，阿 Viscar 话之前见过有人整加贺，加贺系话 Photoshop， 我就唔信系 Photoshop 啦。阿 Chi Kan K 就话倒风高喎，原来系哦，即系倒风高可以系咪啊？我想问。即系倒开咗倒风高，系咪可以自己汇入啲相入去？即系，譬如有张 JPEG 咁样样，你就 check 嗰张 JPEG 出嚟咧，就摆落个倒风高嘅程式里边，跟住咧佢就会自动帮你咧，就将嗰个角色个样就变做你 JPEG 嗰张相啊！哇，系嘅话又几方便、啊，真系系啊 ！Viscar 话只 game 入边系啊，我就咁想讲，即系咧嗱，点样样咧？我俾几张
你睇下就知啊。我睇下搵唔搵得翻个 pose 先。嗱，意外といけてんだろ私。結構関西機運用能力も高いしさ。等我搵搵翻个 pose 啊，嗰个我觉得知得唔错嗰张。不是这个 pose。 パーッと行こうぜ、パーッとな。等一下，可能沉了底了，这些人打爆烟那些很快沉底了。一个个都争着说自己打爆烟的嘛，接着那些攻略贴很快沉底了。等一下，我真的不见了已经。我因为咧嗱，赌风高咧，我真系唔会用啦，吓、啊！一点解咧？好简单，赌风高呢啲咧，系我成日听到啲人咧，就系用咗赌风高之后咧，俾人 ban， 即系我唔知佢会唔会咧系点讲啊？读完再写啊，即系佢其实佢赌风高系拆包噶嘛，拆包跟住显示俾 display 俾玩家，即系你等于你玩 Tank Level 话咧，佢原理就系佢攞啲包翻嚟之后咧。佢就拆咗包，但系咧佢只读不写呢个 Can Call 呢句话，所以暂时就即系出事人都唔系好多。虽然之前都试过有人濑咗嘢啊，咁你如果你系用呢啲赌风高嗰啲咧，咁有可能咧就系咧佢拆咗包之后咧，佢再帮你写埋，因为赌风高呢啲咧，我真系冇乜信心，因为都听讲话爆过大镬嘅赌风高啊。我都唔知係真定假啊，所以就我就冇用到咁啊，即係原来係咁样嘅，咁我依家知道啦。算啦，嗰啲 key 图嗰啲唔 po 出嚟啦，即係啊，我就纯粹呢八卦问下啫，即係啊，费事好似鼓励咗大家用咁啊，係咪啊？黐卡 K 就话佢都冇用係咪？OK， 那意外といけてんだろ私。佢话啦，不过全大陆玩 Tank 咧，好似都系靠佢咁样样，系嘛？哦，系咯，赌风高好似系大陆嘅程式嚟噶嘛，系嘛？八对哥仔，八对啦！我都唔清楚，反正我冇用。そうだね、熱風や流星、これで行きたいね。ロケ中はお肌が荒れちゃうな。バカみたい。ここで全力で叩くのさ。いけ！なあ、意外といけてんだろ私。結構関西機運用能力も高いしさ。OK， 应该差不多了，我相信。艦隊が帰ってきたよ。お疲れさん。ありがたい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礼を。应该差不多了。啊，我仲未攞只香水出街咧，啊，大破一下。改埋蓝，出埋激，差不多了。完了ですね。お疲れ様でした。やったー！補給！おっと。
毒ダメだな。これ飲んどけよ。お任せください。睇先，教翻个阵出嚟先。さあ、機動型航空母艦の出撃よ。機関ヤマト、出撃します。戦艦武蔵、いざ出撃する。戦艦ビスマルク、抜秒出撃するわ。戦艦長門、出撃する。よーし。改造強化済みの順位單少少喎，未出得住喎。呢隻煙八都要再，即係啲嘥，我覺得煙八咁樣啊，但係又冇計啊！你唔收，陣間佢突然間一下大破，咁你喺度抌心口。いいね、意外と私やるからね。啊 ，Whiska 话咩啊？无法拔掉的大破死棋，讲呢啲冇事嘅，啊，相信冇事，相信冇事咧，咁佢又唔会有事啊，系嘛？我唔会立 flag 嘅。何気に数が多くて、やっちゃいます。嚟啦！再出，もう執務中に冗談はやめてって。もう再斬佢一格。さあ、費用型航空母艦全力出撃です。航空隊の連動もバッチリよ。我暫時嗰個所謂精神污染都係輕度啦，冇乜依家，我覺得好正常依家嚇。比起我呢個E3卡關咧，一暫時都冇乜嘢嚇。你話？可能陣間去到斬殺階段就可能咧就問水一啲嚇，唔知啊呢啲嚇，依家暫時都冇乜，我冇乜特別啦，普通打活動都係咁噶啦，你打五五嗰啲啊，咪仲慘，真係雷將改嗰個點一定大破噶喎，好鬼慘噶嗰啲，走唔甩噶喎。依家你打啲限時活動係咁上下啦，係嘛？佢唔俾少少少難度你，你都。系嘛？你都唔满意啦。ヤマト、砲雷激戦始めます。全主砲、戦車。咁都打佢唔死。ヤマト、砲雷激戦始めます。哇！你連擊嗰、那個。